拿一张餐券去吃早餐。早餐现在有多一个酸奶哦，就好像那种老北京酸奶，好棒！我已经吃了一半了。吃完早餐了，就是要这么散散步，就很舒服。I just take a walk. Right, right. Yeah, yeah. Take your time. Yeah. 就心里面感觉很舒服，在这里住呢，每个人都很笑脸迎人的感觉。第一个人出门在外呢，衣服也是要自己洗，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技能。刚出去外面一天，然后回到酒店的时候洗澡，顺便就会洗衣服。如果真的很累的话，就留到第二天。所以通常是一两天就洗一次。如果每天洗的话，就比较轻松，就因为就一两件吧，衣服和裤子。保持这个习惯就好了。本来要去游泳的，又下雨。哦，我要去里面借把伞。Can I borrow an umbrella? Yes. I just want to go walk out to buy some food. Take around 10 minutes. 有伞了，但是雨很大，我难免都会淋湿。还好我穿拖鞋，酒店的拖鞋哦，超浪漫的。还好今天风不大。好，我现在来到了韩简友谊路。我现在呢就找到一个卖炒面的摊，然后他的桌子呢就小小的，我看也坐不开，而且我又不想在暴雨中吃，因为那个雨方向呢一直变，所以我看他们淋的也蛮湿的，我去采访一下他们，看他们的面怎么样。Hello， 哦、fried noodle，OK。Yes, I want spicy. 我要辣的，不辣不欢。哦，他先把蛋放在一个锅里面，先煎了，然后另外一个锅是炒的，$1。这就是我的下午茶了。我不可以把镜头拉太远，因为现在外面正在下雨。这看起来是一个学校。上了去市区是有免费的嘟嘟车，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。Hello, I'm going to the city. So the tuk-tuk is going to there for free, right? Yes. Oh, good. Let me take a driver for. Okay, thank you. 免费啊，从这里去到市区呢，本来要$3。Yes. Oh, okay. Thank you. Genevieve's restaurant.把我送到了 Genevieve's 餐厅。好，这里原来是5:30才开的，开到晚上9:30，所以星期天没开啊。大家要来的话记得，我今天是星期二，蛮多人，嗨，很多人呢，很热闹。哎，我这里的景色很好哎，可以观看整个大厅。Genevieve's menu， 它这里感觉就好像本地的柬埔寨餐哎。哦，我其实蛮饿的。所以看到我每一个我都流口水。哦，所以第一页呢就是全部是本地的亚洲菜系，然后第二页呢全部就是西餐菜系。哇，看起来就很棒。看它的价钱，天哪，一点也不贵耶。价钱呢非常合理，一点也不贵，怪不得这么多人在这里吃呢。现榨果汁呢就大概2.5-3之间，这价钱也太合适了吧。软饮料的话就是$1，啤酒的话1.5块。哎，我要试一下这个 Cambodia Drop， 有红酒。这里呢也是有专门为素食者准备的素食菜单。哇，可能因为这个柬埔寨呢有很多佛教和印度教的关系，所以很多餐厅呢都有准备素食的菜单。哎，我的 Lime Soda 来了，柠檬苏打，喝一口就行了。
很大，看给你们看有多大，多大个。羊腿是我叫就是这个 slow cook 的量线，大概有400克，文火慢炖的羊腿，大概有400克，超赞。哇，这羊肉呢，简直不用切啊，用叉子一碰呢，就掉下来了，简直超嫩哦，试一下味道怎么样？好嫩哦，味道很正，已经炖到很烂了，很棒，太棒了，味道很足。它上面是用胡萝卜，还有各种香料调制的酱汁。好大一块，太棒了！看一下它胡萝卜已经炖得很软了。放了这个羊肉，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马铃薯泥的制法，就先拿一块，然后在这个酱上面蘸一下，这就是我的制法。嗯，超爽，看到吗？这红酒，太棒了，这分量了绝对不是盖的，超牛的这分量。炖的松开，哇，简直炖的脱骨。这一块就这么插下去，哦，太棒了，这感觉。吃饱了，现在要走了。这里食物太棒了，而且人又很多，很热闹。Bye, what's your name? Nani. Hey. Yeah. Yeah. Okay. Not okay. I have the map. Okay, it's already. Okay, we are now in the city, right? City center. Online residence, Black the Uncle. After. Okay.